到，因为我有看到，因为我自己蛮容易哭，哭哭一次就哭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什么？我也是有血有泪的，我也会哭啦。一粒肤况差，遭酸韧受伤，死想偷偷哭。最近好像我在日本被称为奇迹的美貌，受伤不用哭，因为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被传到日本这件事情。但就是谢谢大家，愿意看见我这样。我的皮肤是照到太阳或是流汗的话，它就容易起疹子。但我最近就比较常看，希望它可以慢慢的稳定这样。心态上就我觉得有越来越好，慢慢的学习就是怎么去调息一些负面的。好像因为姐姐也很漂亮，但她有很多要想，我想要提升自己的那个完全，因为她其实偷偷爆料，就是她舞蹈身高其实没有太好，所以看她跳舞就是我直接找到地板上面笑，就是真的太好笑，所以她不会记得，大家放心。看到了，因为我有看到。也不敢在他面前看，然后就直接划过去，怕我直接哭，因为我其实蛮容易哭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情绪的发泄而已。哭哭一次就是。哈哈哈哈哈。都不会哭吧？啊，我也是有血有泪的，我也会哭啦。那小英现在跟波会相处？都很好啊，我们都是一直都蛮好的。而且我们其实我跟都会一起去吃饭的时候，他甚至有打视讯给小应。不是和解视讯，朋友之间的视讯聊天，对，不是和解，对。